要什么冻菇都可以变给你啊！真的，而且这边的青金石还一大堆啊，哇哦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欸，其实我们这边峡谷，欸，上面峡谷。这种挖这个钻石。哦，没有，我这边先挖，我这反正都要都会挖哦，嘛。不小心摔倒。哦。这是运气好吗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是哦，已经21颗钻了耶！哇哦，来，可是他我没看到他们跳钻石成就哎，对这啊，真的是我们运气好运吗？气好啦，哇，运为什么气，我们运气上怎面么是用峡在？谷哎，为什么运气是用在欢乐赛呢？可是你难就算说啊。在正常赛拿到钻石，也不一定会赢到最后啊。是啦，对啊，你看我上次。上一次很爽，然后给哎、欸，拍了，钻石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就说还这没有禁止鱼骨挖法之前，那个时候我那一队直接挖到了1组多的钻石，还不是没有赢。我先做撰稿去挖那个哦，黑曜石，好，那左你边铁那边杆有一给我区，啊，啊，你铁杆给我，好，提高给你，哎，刚刚那个水嘞？你堵掉左了，边，我左已经边，左堵掉边。了。不、哦，你堵掉了。没有，后面还有一坨啊。哦，我想这边说，有，这边有，这边天这一哪！坨我把它围在这哦，里。好，好，我要来那个了，黑曜石。哦，哦，还蛮谁近爆的，炸？哎，不是我不们是啊，绝对不我。是我们，这距离不是我们。哇，我们会不会还没成型装备就要被打了？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先坐庄吧。说不定他们也是一样。不难说，那我个觉得应该要赶过来了，他们应该要过来了。你那个什么，那吉，你看到那个都先做装吧，先做起来。做铁吗？对啊，哎，他哦，自己阿怎么提死斯，了？哦，左阿提边斯哦，挖边到，界，哦，他们是在赶边界是不是？啊，我以哎，为这边他这挖边到往这一边走，坨往这边了。走，往这边走，我这边挖了一条，好，等一下好，我去找繁，我这挖完就去找繁星，然后我去拿那铁，吉那边的熔炉，等下就收一收吧。好，行，反正我插了3个伙伴那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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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你都收起来了哈，哎，收了还有收啊，了，他好，走们在吧，哪里？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有黄金，有蝙蝠，3根火把这边嘛，对，然后进来之后赌一下吧，啊对对，赌一下，用那个这里花岗岩啊，暗伤岩赌一你下，走错了，加啦，哈，回哦，来，可是有小僵尸哦。我没有啊，我挖一下。我来，哦，我有闪长炎了，好，需要更多的方，哎，开始走，还没到，刚刚这边有水啊，那我就挖过去哦。那吉身上那些东西都是。你刚刚熔炉挖的都烧完了吗？还没，我这边的都烧完了，我这边还没。那要不要先做一下东西啊？行啊，这边还有铁好啊，抓啊，起来再烧。这边圈内了。做个附魔台，可是嘿。只有圈一半而已。整装待发。那我豆剩菇，下，哎，显捡示十几了，票，我看一剩下下附近。钻石拿来做装喽。好，你做。好，行。哎，这边有钻石，又有，好多钻石。在哪里？我这里，你能挖吗？我能挖。那你挖就好6颗。了。哇，六会有很颗哦。像牛的叫声，是附魔的声音吗？在哪儿？我挖了，你给你全照好不好？来，然后结果等一下我一个都打不到，不会啦，中药材的力量。好，我现在差2颗就全套我有，
哇！药材你在哪？药材在这，什么鬼？你们有苹果吗？有，可以，可以做，我丢在那边了，我丢在那个工作台那里。哪里有工作台啊？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哎、欸、哎，杰、欸、克，你跑好远哦。好吧，那你等一下过来，我再给你。那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那个铁还没有烧完。不是你啦。我烧吧。啊？给杰克啦。过来拿苹果。苹果给你。那你们剩下的那个啊，铁装可以做一做。我也没有。我没铁。这里这里一堆，这里一堆，正在烧，正在挖，正在烧。前面的还在烧啊，前面的还有。他们要多做几个那个吧，熔炉。嗯，我这边也有在烧啦。恩恩，什么恩恩？他说安安吧。恩恩是什么？说安安。挤、欸、过来，挤过来，挤过来。我们这边内了，我们这边是圈内、啊。我跟娜吉说了、嗯，我们这边在圈外。哎，有碳帮忙放一下。哎、我没有做，我做木材。又在圈外了。就是。又说了。就说了。就是。哎，正的在这里，隔壁而已。挖过来，挖过来那个。好，挖过来。我先挖过去烧。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地走还没到。负。这边吧。负。挖，你挖，你挖，你挖。你挖上，你挖我。你靠边，你靠一边。我没火把、哦欸。我来插火把。嗯，苹果做了吗？还没，还在烧。好。你看，要丢个苹果过来吧。你去吧，我可以。去吧，我有钻稿。我们捞岩浆哦，凶巴巴哦。这里三颗。岩浆不是那个吗？冰桶挑战。没有冰桶讲的是黑曜石、哦哦、火热东西是黑曜石，吓到我了，因为我也捞个啊，想说我也没什么战斗力，至少捞一下吧。我们有木，我们有木头，还有铁吗？有多的吗？有，这里我想说另一个到那个安全的地方我再烧。哦好，我先去。你们那边安全了吗？还没，等一下有岩浆在路上。好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剩二十。你肚子饿？这里这里这里。不，这里啦，这里有熟的，是生的。哎、哦欸，到了到了，安全了。好好，我去放。他们的血量是什么情况啊？他们都全部被边界吃过了。有被夹到啊？哦，裸露的洞窟。嗯。把旁边的岩浆弄一下，有点。又有金又有金。刚那边金有拿吗？拿了。OK。分配一下。你们没装的，赶快来哦！这边都在烧，都。好。金，烧哪里？金圣莲哦，我刚做出来，我刚做出来了。不是，有三颗苹果，够够够。最左边、哦，左边第二排还有金。嗯。然后附魔台，附魔附起来。我没青金石哦。青金石这里。附起来。三颗。是三颗，没有别。我们刚起手看到那来不及挖。清水系。暗洞窟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边界。边界哦，欸、哦，65挖，要往上挖了，往上，五分钟后，我往上，好，来不来得及啊？感觉来不及，哈哈哈，给撰稿的吧，先挖，我是撰稿，是撰稿 ，Come on， 钻石兄上，我差五个，等一下是安全区内是哦是这里是不是？哇，我刚挖错边了，直接给你，你先做。好，我 OK 了 ，OK 了。苹果这边给你们，苹果，你放心吧。没有金了，有啊，有啦，有金。K
开始往上挖了吗？我在往上挖了。好。哎、欸，繁星也在挖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说你在挖了， okay, okay. 你在挖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那吉那边那边三圈区外，这挖我们这里。好。你哦，那我先上去啊。好。哎呦，收收成功。哇，是几分？他们要么在上，要么在下了。哎、欸，那吉，接我过，我挖。好哦。你的你的靠一边，你靠一边，没有啊？你靠一边。嗯，我靠一边了。我多铁就我不留了啊！你不留，你不留，全部弄掉。从第四上去，这边。你从那边上去啊？哎呀，从那边，你走过头啦，回来。哎、欸，你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啊。你去带他，你去带他，你去带他。那吉去带他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你怎么那么下面啊？我哪知道？哎、欸，他人家刚不在嘛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 ，go go go。东西都有带哈。嗯，不过我铁就放在那了，还没烧完的。哇，那你们有些人是没有装啊？有了有了，有有，全身都有了，全身都是铁，钢铁人装备。没喽，没火把喽。欸、我有，我还有，我有大。你在走边界边缘呢，吓死我了！都喜欢走在危险边缘啊，这么刺激。嗯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们有那道岩胶是不是？有史莱姆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水哦，谁的水？他们的巧克力、欸。我们已经到那边了吗？看到了，哎、欸，上六十五，上六十五。哎、欸，岩浆后面，欸、他们烧到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是。哎、欸，他放木头啊，坏哦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谁放的？上面，上面，快去，快去，投岩浆。哪里呀、啊？头上，头上，正上方，你有水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们在哪里？我放水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旁边那个全部挖掉就没用了啦，巧克力。云月，剥掉就好啦。对啊，剥掉就好，他们还不知道，剥掉，还不知道他。剥掉。剥皮就好了。拜拜，赢了啦。三句哦。咦，我们早就知道破解方法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找不到人在哪哦，原来才差两格哦。他们都在那边，他们全死掉。哎，咦，就是团团杀进来哦。对啊，我跑进来啊，我就啊放是不是剥皮，然后杀。不，怎么好笑的？剥皮就行，一定就不一样了。剥皮就行啦，烂边界，烂边界。对啊，都在耍智障。怎么你们后面血量都扣这么多啊？你用历史压我，还好意思说？那是苦力怕我没有做。我带苦力怕就跟他见个面啊，他就是用历史把我压窒息。把石头炸了，太凶了！我是无辜的，他就被边界压死了。哎呀，他死超久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边界来了！”讲超多次才是。啊！边界！边界！啊！你们来！再挖一下，你挖得到吗？哇，装备太强了！哎、欸，这个地图有没有调过数值啊？这什么通天柱？你们钻石挖得多吗？很少，很少。你知道我们一个矿洞里面就三个，起码随便找都有钻石嘞、欸，太扯了！我们想说，奇怪，你们有调数值吗？好奇怪、啊，没有啊，真的是野生生的啊！哇，你的运气都用到现在了，没有对啊，下周完了，因为这周哇，钻石真的是狂挖。这个地形吧，我在想花花森林会不会、不知道啊，花花森林，它底下的那个钻都很大颗了。对啊，超多、恐怖。
从我们在洞窟里面随便往旁边一挖有钻石，烧了烧了烧了，一连串的钻石。嗯，对啊，超可怕。多赚啊！可能我们的都被你们挖走了。这边界在干嘛？哇，这边界怎么会绿绿的啊？玩边界哦，边界在玩啊，好漂亮哦！不是在那边弄得像只七彩霓虹灯一样是干嘛？害怕，边界在跳舞啊！害怕，这个是要配合交响乐是不是？怎么水舞秀是不是？红绿蓝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觉得还 有点眼花就是了。耶、yeah, ，有点眼花。哎、欸，还行还行。好的，休息休息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够好笑。烂饼，满意满意。好好好超生气、啊，真的。休息。那可是哦，我只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好了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、啊，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啦，哼，没什么好讲，好啦，真的感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是打算想开台画画，可是我又有点没体力了啦。好啦，拜拜咯。